如果说你觉得非常烦恼，不知道做什么东西给父亲吃啊，今天孙淑美带来了她的拿手菜哟。孙淑美你好。林夕姐好，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父亲节快乐。今天你要做什么东西给大家看？今天这道菜呢是自我自己自创的。哦，这样子吗？对，然后叫做鲔鱼通心面。那我很好奇，那先问一下，那孙爸爸吃过吗？没有。通常我在家里面做菜啊，因为我很喜欢做菜，然后做完都不喜欢收，所以爸爸他又觉得我做菜好像很脏，所以就不敢吃。好吧，那其实这是孙淑美的期望，其实这是他想做给他爸爸吃的，对不对？希望我爸爸今年呢，父亲节能够吃到我做的鲔鱼通心面。OK， 我想在孙爸爸吃到鲔鱼通心面之前，我会先吃到。没关系，我做的一定会很好吃，不会拉肚子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做了，好不好？好。OK， 首先呢，先介绍材料，有那个通心面。那通心面呢，有彩色的，有螺旋的，有那种半月形的，然后里面有冻的那种。对，那每个都有不同的名字。对，然后呢，再来就是一些些番茄酱。然后还有糖和盐，然后还有最重要的是鲔鱼主角，对，然后你可以配菜，对，配菜就是玉米啊，还有豌豆都可以。对，那首先呢，就是把那个通心面放在这锅子里面煮，煮开了之后呢，就等它煮软。对，这个我们已经先帮孙淑美做了，因为要煮通心面的时间实在太长了，大概要8到10分钟。那这样我们俩不知道在这要讲多少话，你可能专辑全部已经唱完了，是吗？那小朋友呢，在今天父亲节啊，如果想要做东西给爸爸吃的话，自己啊要注意安全。没错，因为在厨房里面啊，我们常说水火无情，水火无情，要小心哟。好，这个是已经做好的。对，这个是已经煮好的通心面。哇，今天我们帮孙淑美准备的是螺旋形，而且是有彩，就是那种彩色的通心面。可是煮起来它的颜色会稍稍有一点点的淡。可是要等到它在那边把它全部沥干了以后呢，我们把它倒到这盆冷水里面。为什么不用冰水？因为我听人家讲说水饺啊要煮3次嘛，然后都是放那个冷开水，然后我觉得这样冷，然后又热又遇冷，这样感觉会比较 Q， 对，会收缩哦，因为越这样冷缩，所以呢，你会发现很多呢需要它有那种好像吃起来味道啊，那个感觉很结实的东西啊，它都会结束之后都会请你浸在冰水里面或冷水里面，就是个道理。好，现在我们把这个面糊全部帮你洗掉。我很喜欢做菜哎，真的吗？对呀，平常在家里有做吗？有，常常，然后都给小狗吃。你直接说你做狗食好吗？不一样，不一样。这你可以告诉我们这区别在哪？小狗丝是不经过挑选的材料啊。对呀，随便拿了什么菜随便煮了。对，但人吃的话，通常煮的都是我自己吃啊，因为没有人敢吃。你知道吗？你现在做这个，你这样讲会让大家这个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有疑问的。这个是经过测试，然后大概有几十个人吃过都觉得好吃，我才敢介绍给大家。那你可不可以告诉大家，这里有你多少的好朋友试过这一道菜？第一次做的时候啊，然后是我们唱片公司的主管吃的。那他的评语是什么呢？他觉得很好吃。那这样子大家听起来可能安心一半。对，再来就是啊，我那些高中的同学，来我家玩的时候啊，我就做一大堆给他们吃。对，这样听起来老少咸宜的意思。对。好，接下来呢就是要放这个鲔鱼。那其实鲔鱼你可以放多，也可以放少，如果喜欢吃的话，放多一点没有关系。你今天准备了多少呢？应该是1到2个人。对，所以这个父亲刚好哈，父亲节的时候，爸爸妈妈一起吃，两个人一起吃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把鲔鱼罐头里面的这个鲔鱼啊，要把油沥干。那孙淑美先小心的把这个油弄掉。其实有一点点油没有关系，因为这油很香。不过基于你这个做菜的经验哈，常常都是给小狗哈，就是在让我不禁很好奇哦。那我真的实在不禁很好奇啊，你都做些什么东西给小狗吃啊？我都去溪里面啊抓那个大肚鱼。哦，你会自己捉鱼吗？我会啊，小小的，然后还有我弟弟，还有我姐姐，然后再来就是去抓那个青蛙。
因为我们之前啊，就小时候啊，隔壁有那个发电厂，发电厂旁边有一个那个田园，然后里面就有很多小青蛙，但是分不出来它是蛤蟆还是青蛙。对，然后就还是不要吃比较安全吧。不是，我们不吃。嗯哼，对。那我这样子听起来更是觉得很迷惑了。你到底住哪啊？我住高雄。嗯，那难怪了。对，然后我妈妈的哥哥吧，都是主菜世家，是大师傅。对，人家办喜酒，然后请客的大师傅。哦，那是你这样子有没有给他偷学一点东西来？我想要学啊，可是我妈不让我学。哦，那有点可惜耶。番茄酱，好，你大匙番茄酱够不够？再一起，再一起。鲤鱼跟番茄酱本来就是很合适的口味。嗯。其实这个豆豆都可以放进来的。哦，这个时候就一起放进来了。对呀、啊，好，那我帮助你一起放进来。全部吗？不用，大概一半就够了。一半就够了。OK， 现在至于分量多少呢？我想大家可以用目测法来研究有多少。没错，这是一个感觉。对。总而言之，就是玉米半碗，青豌豆半碗，然后鲔鱼半碗，对不对？然后先搅拌。那你什么时候才要放盐和糖？搅拌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大概均匀的时候再放盐，然后和糖。好，那除了今天哦这一个沙拉之外哦，你还曾经尝试过做什么别的东西没有？卤肉，哦，这是蛮高难度的哟。其实还好哎，然后我做的很有成就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一次做的时候啊，没有那个感觉，就那个酱油的那个汤啊，就水水的。然后因为我妈妈做的啊，是有一点稠稠的。对对对，然后就很香。然后我就问我妈妈，我妈妈说原来是要放冰糖。对，没错。啊，你们都知道，好厉害哦！我一直很想学做蛋糕，哎，所以我每天都会看这个节目，可是我都不会做。哎，你试着哈，买一个打蛋器啊、哦，然后呢，一个钢盆，一个刮刀，那这样子你就可以开始，你的蛋糕房就可以开始。可是那个烤箱怎么办？烤箱你可以在市面上找一个，最简单的一个烤箱，只要有温度控制你的，就可以开始啦。那像那种。几百块啊，然后粉红色小小的那个不行，那是烤面包的，对不对？对，那是烤面包的。对，你可以学习烤蛋糕，然后呢，可以让你这个厨房看显然比较不会那么脏乱。啊、然后呢，爸爸一定会对你觉得这个有信心比较大。我就连切水果也不会，人家西瓜应该是切开，然后再把那个肉切出来。我是先把皮切开，然后再把肉挖出来。这样蛮高难度的耶，真的蛮高难度的，真的蛮高难度的。对，然后没有人敢吃，还是我自己吃。很好，很好。下次如果大家想要自己一个人吃西瓜的话，可以用这个方法。没错，生熟美法。好，差不多了，放一点点盐吧。那你今年有没有计划父亲节要跟爸爸怎么一起过呢？我打算带我爸爸去我的手卖会。对，因为7号和8号都是公司有安排，就是一连串的手卖这样子。工作不忘孝敬父亲，顺便让父亲看一看你有多辛苦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希望我爸爸跟我，然后还有跟一些歌迷朋友啊一起同乐。那这样子呢？你的新专辑里面有没有跟父亲有关系的歌啊？没有，完全都没有吗？对，没有，都是一些比较有感情的一些歌曲。然后这一次我发这一张专辑是一张精选集，新歌加精选。对，然后有3首的新歌，其他都是以前唱过的歌曲。那总共有15首歌。那你唱过的歌曲再唱一次，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感觉？其实都是收录以前，然后把它剪进来。其实没有在重唱，对对对，并没有自己翻唱自己的歌，对不对？没有没有。对，那在新歌方面，其实我觉得这一次比较特别，因为。曲风比较不一样，有2首是比较轻快的，那另外一首是有比较拉丁风味的曲风。我觉得你跟拉丁风味哈，这个拉丁2个字看起来感觉连不起来，蛮连不在一起的。可是为什么会这样想呢？因为那个时候刚好这首歌蛮特别的，然后也很少台语歌有这样子类型的曲风啊，所以对公司就试着。
让我唱唱看。那其实唱这首歌的时候啊，难度也蛮高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感觉不一样。本来老师觉得我应该用全部气音来唱，可是唱完之后觉得，咦，不像我耶，怪怪的。对，所以就用半气半真音，然后用真音来唱，所以有三个方式一起唱，然后挑选出来的这样。OK， 好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做我们这样子。拌了很久，终于没关系，我们可以把它吃掉。这样就差不多了，让它有点高高的感觉，尖尖的堆上来。这样子呢，我们的这一盘鲔鱼沙拉就做好喽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虽然制作的过程很简单，可是呢，并不会损及它的美味。那如果你觉得呢，这个里头的内容看起来不够丰富的话，那再建议大家选一个漂亮的盘子，就完全补足了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来吃一口看一看啊，看一看这样子的鲔鱼沙拉什么样的感觉。非常好，难怪你的这个唱片公司主管就是说好，非常好吃的。那在最后呢，你有没有什么话想今天在这里啊跟父亲先说的？因为有时候啊，爸爸是那种比较严肃的那种感觉，然后妈妈是比较和蔼啊，所以常常会对爸爸有一种怕怕的感觉，不太亲近，对不对？对，距离感。对，所以今天呢，其实我要跟爸爸讲说，祝他父亲节快乐之外呢，其实。要蛮感谢他的。OK， 对，因为我爸爸他是一个非常疼小孩的人。哦，这样子。对，但是他是都藏在心里面，但是看得出来他是传统旧式的爸爸，对对对，是比较男人大男人主义的爸爸。其实不一定大男人主义啦，但是就比较传统，比较保守一点，不太会表达自己的情感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我在这边呢，要祝我爸爸就是父亲节快乐，然后也祝全家人都身体健康。OK， 除了祝孙爸爸这个身体健康、父亲节快乐之外，也祝孙淑妹唱片大卖。谢谢，谢谢。